Thank you.
弟兄姊妹早晨，欢迎来到9月13号高国林宣道会早上的粤语堂崇拜。请听我读一节的经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一节，一节六节。我们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存着谦卑敬畏的心去到你的面前，我们要 去献上颂赞感恩和祈求。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创造了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天父，虽然我们现在正在一个疫情一个流感当中，但你仍然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以一起去敬拜去赞美你。天父，愿意你是去喜悦我们所献上，我们所预备。天父，我们又将我们自己去交上。天父，愿意你去打开我们的心，去将敬拜赞美都一起去献上，同时也去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好去预备接受你的话语、你的信息。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意你在这个敬拜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以上简单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救主基督得圣名之祈求。我们同唱《生命圣诗》第九首《拥戴我主为王》。See you.
息，我便当自释放。遍地土众成恩，过卷万岁荣章。你花还要赠受常做，多多列旧。主为王，他是万世之王，宇宙天地乃主创造。赞美，地与海奏出歌韵，磐石唱赞美歌声，风雨电也歌颂，云雾同众吹送，全地奏响声势无比，众赞声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四方，高唱万有之上，荣耀无限之处，全属我主尊贵耶稣所有。人赞美如风天空海阔飞，人赞美浪花般海中潜起，高唱万有之上，荣耀无限之处，全属我主尊贵耶稣所有。地与海奏出歌韵，磐石唱赞你歌声，风雨电也歌颂，云雾同众吹送，全地奏响声势无比，众赞声永不衰竭，全地要敬拜四方，高唱万有之上，荣耀无限之处，全属我主尊贵耶稣所有。人赞美如风天空海阔飞，人赞美浪花般海中潜起，高唱万有之上，荣耀无限之处，全属我主尊贵耶稣所有。人赞美如风天空海阔飞，人赞美浪花般海中潜起，高唱万有之上，荣耀无限之处，全属我主尊贵耶稣所有。永恒的你。
笑问世人，心渴想拥有，拼命去寻找，有没有足够？梦与想过后，却叹息所有，现已成追忆，不堪回首。仰望我神，困惑中倚靠，你用爱寻找，赦罪与拯救，幻变的宇宙，你伸出恩手，在我命途里安抚眷佑，权势中变改，人转眼不再，唯一可靠紧是神那恒久的大爱，从创造时代延伸到万载，没有可以替代你，亘古永远是你，万世不会停赞颂你。笑问世人，心渴想拥有，拼命去寻找，有没有足够？梦与想过后，却叹息所有，现已成追忆，不堪回首。仰望我神，困惑中倚靠，你用爱寻找，赦罪与拯救，幻变的宇宙，你伸出恩手，在我命途里安抚眷佑，权势中变改，人转眼不再，唯一可靠紧是神那恒久的大爱，从创造时代延伸到万载，没有可以替代你，亘古永远是你，万世不会停赞颂你，权势中变改，人转眼不再，唯一可靠紧是神那恒久的大爱，从创造时代延伸到万载，没有可以替代你，亘古永远是你，万世不会停赞颂你。好，欢迎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今日嚟参加高桂林宣道会预堂嘅主日崇拜。我系呢度教会嘅其中一位牧者，我姓周。弟兄姊妹都称呼我做伟峰牧师，好想藉呢个机会向喺主里边嘅弟兄姊妹问安。如果你系第一次喺我哋当中一同嘅去敬拜赞美嘅，我特别喺度欢迎你。我哋每个礼拜都会喺度去同弟兄姊妹一齐分享我哋一啲嘅家事，然后我哋一同嘅为到教会嘅需要嚟祷告。好感恩我哋喺刚过去嘅呢个礼拜日，我哋有四位弟兄姊妹在高桂林的河里面去接受这个水礼，当中有支持啦、班奴啦、Patrick 和 Cherry。 今天那天很开心，我们有很好的天气，都有美丽的弟兄姊妹分享的见证。这些照片就是当天是在那个地方去拍到下来的。首先是有支持姊妹，然后有班奴弟兄，然后有我们一对的夫妇 Patrick 和 Cherry。 我们
听到佢哋见证嘅时候，将一切荣耀都归翻俾我哋天上边嘅父。我哋都同时间，我哋亦都开始接受弟兄姊妹嘅申请，我哋都系准备下一次嗰个嘅洗礼。如果你哋已经系决咗志信咗主，亦都好想喺众人面前去见证呢位神嘅时候，求你都去同我哋联络，我哋会安排呢个嘅整个嘅过程。我哋上个礼拜我哋嗰个嘅崇拜出席人数咧，星期六晚嘅家庭崇拜系有37人嘅。而英语嗰个嘅实体崇拜咧，系共有43人嘅。咁我哋继续仍然星期六晚嗰个嘅粤语家庭崇拜，我哋会举行啦。同时间喺网上边，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家中聚会嘅崇拜辅助材料嘅。咁弟兄姊妹可以到上网咧去下载，可以利用呢啲材料帮助你哋喺家里边都同家人有一啲敬拜聚会嘅时间。我哋。新一季的主日学10至12月已经接受报名，那个有关那个的课程的资料同埋个报名表都可以去到教会的网页上面去查询同埋登记。文字部制作的在这里呢去邀请弟兄姊妹去投稿啦，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在疫情的底下里面你们那个的体验啦，你们那个经历亦都可以将呢啲嘅稿件可以交回俾办公室或者俾 Simon 我哋嗰个嘅文字部嘅部长。关于儿童事工嘅，嚟紧一年 Awana 呢个嘅模式将会系暂停一年嘅，咁同时间系会推行一个嘅新嘅一个嘅 program 叫做 Q&A。咁呢个嘅 program 我谂好多家长已经系同 Pastor May 已经系知道嗰个嘅。一啲嘅資料詳情，咁嗰個截止報名嘅時間係9月18日嘅，咁亦都係上到教會嘅網站去到去登記。我哋教會喺新嘅學期裏邊，我哋有啲嘅開心上學去嘅資助金嘅，每一個小朋友可以得到200元，一個家庭最高係600元。詳細嘅情形可以同你嗰個嘅堂嘅牧者可以聯絡。咁喺9月份開始咧，所有嘅網上嘅崇拜咧，只會係喺 YouTube 嘅呢個平台上邊去直播嘅啫。咁財務報告咧，亦都係刊登咗喺教會嘅網頁上邊。辦公室時間再一次提醒大家，星期一至五9:30至下午5:30，星期六就係9:30至下午1:00嘅。咁有關呢個嘅新冠肺炎嘅呢個嘅疫情嘅最新資料，請到去網上嘅教會嘅網站嗰度可以去瀏覽。我哋再一次提醒我哋嗰個嘅崇拜時間，我哋係冇改變嘅，國語係9:00，英語係10:15，粵語係11:30。粵語嘅家庭崇拜星期六晚嘅5:00，同埋喺 Zoom 嘅平台同步嘅去播放嘅。好，我哋奉献嘅再一次提醒我哋除咗可以翻嚟教会之外咧，我哋都可以透过加拿大嘅汇丰银行咧，系将你嘅款项直接存入呢个户口，然后将呢个收据系交俾办公室就可以啦。喺呢个疫情里边，我哋再一次嘅喺度彼此嘅提醒我哋互相嘅支持鼓励，我哋唔需要太过去担心，我哋因为我哋相信呢位神去保护我哋。好，我哋为着我哋教会，为着呢啲嘅需要，我哋去带到俾神嘅面前。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我哋知道你系嗰位昔在、今在、永在嘅嗰位嘅真神。虽然天地都会改变，但系你系嗰位永远不会改变嘅嗰位嘅神。纵然今日我哋喺地上边，有很多的困苦，很多的流离失所，很多的挑战，在疫症的情况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去抬头仰望天父上帝的时候，你仍然是那位永恒不变的那位的真神。主，帮我们能够去做一次的认定你那位与我们同在那位的真神。我哋让我哋喺地上边嘅教会，我哋继续嘅去发挥你俾我哋应要发挥嘅嗰个嘅功能，让我哋不会停止去赞美感恩，我哋继续嘅去为你作美好嘅见证。主，我哋多谢你
过去呢个嘅星期日，有四位弟兄姊妹去洗礼，喺众人面前去见证你，见证耶稣基督所成就嗰个嘅救恩。我哋多谢你，俾我哋冇去放弃，继续嘅去为你作见证呢个嘅机会。我哋求你都继续保护呢啲嘅弟兄姊妹，让佢哋能够嘅继续去喺前面嘅道路上边，继续嘅去快跑嘅跟随你。主，我哋亦都为着我哋嚟紧嘅新嘅季度嘅主日学，我哋交托俾你。我哋让弟兄姊妹继续嘅唔会去放弃嗰个读经嘅，或者去认识你嗰个嘅心。主，让我哋透过主日学嘅课程，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喺圣经话语上边能够扎根，往下嘅扎根而向上嘅能够结果子。亦都为着我哋嘅新嘅呢个嘅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嘅呢啲儿童嘅事工嘅节目，我哋都交托俾你。虽然有啲嘅改动，但我哋嗰个嘅目标仍然一样嘅，让小孩子能够嚟到你自己嘅跟前，都让更多嘅孩子们能够喺主里边能够嘅有机会嘅一同嘅藉住圣经嘅话语，我哋彼此嘅关心，我哋嗰个嘅教导，能够喺主里边能够嘅成长，教养佢哋从小到老都不偏离你自己嘅道路。多谢你俾我哋今日我哋教会仍然嘅继续喺呢个地方呢、这个城市喺呢个社区里边成为一个嘅明亮嘅灯台，让更多嘅人睇见呢个灯台嘅时候，召召佢哋嚟到我哋嘅当中。我哋知道有好多嘅新移民，好多嘅家庭搬到嚟呢个嘅社区里边，主帮助我哋能够知道点样嘅去回应，点样嘅去接纳呢啲嘅新移民呢啲家庭嚟到我哋当中，帮助佢哋能够成为你教会嘅一份子，能够一同嘅去敬拜赞美你。以上感恩，佢哋继续祝福我哋教会，我哋咁样祈祷交托，系奉教主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愿意我哋继续用歌声去敬拜赞美我哋呢位天父耶稣。呢首诗歌系用国语去唱出。耶稣，哦耶稣，圣洁的救赎主。耶稣。丰富生死尊。
高地的圣者，耶稣，耶稣，全能一子主，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是实在、永在的全能主，永不改变。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唯有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是实在、永在的全能主，永不改变。让凡有气息都说圣哉，圣哉，圣哉！唯有你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今朝早又能够同大家喺度分享神嘅话语。我今日嘅任务或者我今日嘅责任咧，就系照阿赵牧师上次讲嘅一样，要重寻呢个宣道会嘅属灵传统。嗱，大家睇到呢个宣道会嗰个标志吓，系有四个部分，一个十字架，一个皇冠。在左手面是一个油瓶，是一个樽，一个瓶装着一些油。右面那个呢不是酒杯，不是酒杯，不是香槟饮香槟的杯，是叫做洗作盘，是叫洗作盘。咁至于宣道会的属灵传统呢，就是其实由宣道会的名字和这个徽号来作代表的。宣道会的名字，上次赵牧师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是其实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而其实呢是由这个基督徒联盟和这个宣教师的联盟组成的，叫做基督徒与宣教师的联盟。基督徒的联盟呢是讲述呢他们想寻找一个更深的属灵生命， a deeper life。 其实呢而宣教士的聯盟非常容易明白，是一個宣教的運動，一個宣教組織，將這個福音傳遍這個世界。今天呢，我就想將我們這個宣道會這個徽號解釋一下給大家知道。首先我們聽今天的經文先，我用一些黃色來 highlight 或者突顯了這個經文裡面其實有三段的。第一段呢的主角是父神，而第一段嗰個嘅結束咧，就喺第六節上半節，係使佢嘅榮耀因地恩典得著重讚。呢個就好似副歌咁，每一段個段落咧都係由呢一種嘅讚美嚟到係結束嘅。一齊嚟讀好嗎？願重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嘅福氣。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
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二个段落，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自己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继续看第三个段落，由第十三节开始，大家一起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段是很显然易见的，主角的交换。第一段是关于圣父，第二段是关于圣子，第三段是关于圣灵。而最终的目的是因为是什么？使到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100多年前，一个欧洲波兰的贫苦人士，他因为家里非常贫困，于是他就有个意思，他就移民去到美国那里来做劳工。他在美国呢，辛辛苦苦积聚了的钱，积聚了做了10多年工，很辛苦地来做。于是他终于认为10多年之后呢，他储够钱了，他可以呢是回乡下，回波兰那里，将他赚到的钱呢来到呢用于在他家庭的当中，使到他家人能够受惠。于是呢，他就首先买了一张船飞，那时是没有飞机是环到这个大西洋的，他买了一张船飞，是相当贵的。当时的洋船呢，轮船呢，亦都是一个钟头行10多海里到嘅啫，所以翻到波兰呢个地方咧，系需要几个礼拜嘅行程嘅。为咗悭钱嘅缘故咧，佢预先咧就买定咗好多好多嘅沙甸鱼吓，罐头嘅沙甸鱼，佢就买咗几盒嘅饼干。佢谂住咧，如果佢悭悭地咧，将啲咁多嘅沙甸鱼啊，将啲饼干咧，一日食一啲，每餐都系食呢啲嘅嘢，咁佢可以悭翻好多钱。然后呢，他可以呢将个钱呢俾佢家人嚟到，使到家人嚟到受惠。但係呢，每一晚呢，每一日晏昼同每一晚嘅时候呢，佢就忍唔住俾嗰个餐房里面嗰啲香气呢就飘出嚟，吸引住佢，吸引住佢。佢呢就，但係呢，佢因为自怜个身世呀，我咁贫穷，我冇钱去里面嚟到食大餐。於是呢，佢偷偷地喺个门口嗰度装下装下。咁咧，結果過到幾個禮拜之後咧，佢仍然又好似佢一向所做嘅，去到個餐廳個門口咧，佢裝下裝下，見到裡面啲人咧著得好，啲衣裳咧著得好奇麗，又有好好嘅侍應生，著得好奇麗嘅侍應生嚟到招待佢，睇下嗰啲嘅餐，哇！真係十分之好食，令到佢差唔多喺度流口水。點知喺度窺探嘅時候，有一個侍應生行過嚟噶。先生，我有乜嘢可以幫到你噶嘛？咁於是佢又悲從中來，佢講咗佢嘅故事。佢話：我為咗慳錢嘅緣故，我俾唔俾錢有個餐廳嗰度嚟到食呢啲好咁美好嘅餐。但係我實在忍唔住，所以咧我晚晚我都喺度門口嚟到裝。咁咧呢個侍應突然間好俾佢好奇異咁問：先生，唔通你唔知道所有嘅餐早午晚餐？都已經係包埋喺你嗰張船飛裏面，可惜佢仲有兩三日，佢已經登陸啦，已經翻到波蘭嘅地方。佢唔知道喺船上一切嘅伙食係 included， 係包含喺裏面嘅。
保罗在这段的经文，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第三节至到第十四节，亦都是讲这么上下的意思。他就要介绍给受信的人知道，他在主里面呢是有各样不同的福气，就如在这个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他在基督里，即是天父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于是呢，他就开始讲由天父开始，然后呢就圣子，然后就圣灵，因着他们工作带来的福气。我在这里简略跟大家讲一下这些什么福气，是什么回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几年前呢，有一家银行，你可能我没有收广告费的，我跟那个银行是没有户口的，没有瓜葛，我没有钱，他没有给一个先我的。我只不过觉得他的那个 slogan， 他的那个口号呢，是卖广告的时候呢是几融合，几适合我今天所讲那个的题目。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广告，就说那个银行的广告就说 You're richer than you think， 即是说呢，你其实你有的财富呢是比你所知道或者想象中为多的。我亦都想同大家讲，就係话呢，我哋由信福音开始，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哋嘅救主开始，我哋得以成为神嘅儿女开始，我哋以为呢正係罪得赦免，我哋将来呢就係上天堂，呢、这个就係我哋福气嗰个嘅种植，福气嗰个种和。但呢，其实呢，我想同大家讲， You are richer than you think， 你有嘅属灵嘅财富比你想象中为多。嗱，咁我哋概括地睇下咩叫福气啊？喺呢段经文里面，第一咧系我哋睇住，因为天父嘅工作咧，我哋信嘅人得到咩嘅，即系在基督里嘅人啊，即系信徒咧，得到乜嘢嘅福气？首先咧，我哋睇到天父做咗咩事咧，就话天父就系神咧，从创立世界以前咧，在基督里面咩啊，拣选咗我哋先，拣选咗我先。因为天父拣选我哋咧，我哋得到咩福气呢？就喺下面跟住嚟讲，佢使我们在他面前，在父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这个好多人当话啲系咩福气啊？成为圣洁，但其实咧，如果能够系我哋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唔俾罪所缠绕，唔俾罪所绊倒，呢、这个实在一个极大极大嘅福气。另外咧，佢都有讲到天父有一个工作，第五节。这个天父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预定了我们得什么？跟着我们看到那个结果，那个福气，就是藉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福气。我们不是只是成为圣洁，我们还成为什么？神的子女。那然后耶稣基督的工作带来有什么福气呢？咁我哋喺第七节开始，我哋睇到话，我们藉着这爱子，即系耶稣基督啦嘅血带嚟嘅咩福气啊？得蒙救赎 ，we have been redemption 救赎吓，过犯得以赦免，呢个系好大好大嘅福气，系咪？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另外，基督一个工作，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嘅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这个是指耶稣回来的时候，普天下所有的万物都要敬拜他，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带来的福气是什么？不是只是他回来使地上天上一切的东西归于耶稣同归于一，连第十一节，连我们的信徒就基督里的人什么？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什么？基业。我们被应许，我们会得到一些的产业，一些属灵的产业。圣灵又怎样呢？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竟依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然后圣灵做了我哋嘅印记啊，咁我哋得到咩福气咧？第十四节，这圣灵是咩啊？我们得基业嘅凭据，得基业嘅凭据咧，好似非常之抽象咁，但其实咧，
我想到一个都算几好的比喻，就是咧，大家依家知道啦，你买楼嘅时候咧，好多人咧系俾唔起100%，即系唔能够现金。譬如你间屋系80万嘅，你个 unit 系80万嘅，你只系需要俾10%，即系8万蚊。呢、这个得益嘅凭据咧，就系话我哋依家得到嘅咧系咩啊？10% 或者得到係一個係首期一個 down payment。我而家所嘗到嘅咧係天上喺天堂上面嘅生活啊嘅基業咧一小部分啫。我哋只係嘗到些少嘅，但係將來先至係圓滿地係賜俾我哋呢啲神嘅子民嘅。即係話咧，其實咧我哋可能唔知道，原來咧我哋信咗主，我哋信咗福音之後咧。原來有咁多種有咁多唔同嘅呢啲嘅福氣啊！佢未必喺度，已經係窮盡咗所有嘅屬靈嘅福氣，只不過係普通喺度講啲主要嘅。同樣地，當宣信佢講呢個四重福音嘅時候，其實咧佢係同我哋講咧，我哋喺福音裏面得到嘅福氣咧係多過我哋所知道嘅嚇。福音裏面咧喺第二點嗰度係揾藉到咧係好多方面嘅福氣，至少四重嚇，至少四重嘅福氣。咁咧依個就係我點解要問大家一個問題：點解要為何要認識呢個四重福音？認識呢個四重福音咧，我哋係願認識咧宣信，即、就、係、是、我哋宣道會嘅創辦人宣信博士，佢對福音一個特別嘅體會嚇。第二，點解我認識四重福音？因為認識福音裏面，我頭先講咗好多次 ，You are richer than you think。你喺天上嗰個嘅產業，你屬靈嘅產業嘅財富啊，係多過你所知道你有嘅。認識福音隱藏住多方面嘅福氣。第三咧，我哋學習呢個四重福音咧，係因為我哋要認識福音嗰個嘅完備性。福音唔係淨係使到我哋赦罪。使到我哋得救，福音咧喺我哋今日每日嘅生活当中，都可以随时成为我哋嘅帮助。一阵间睇下呢件事。第四，我哋就系跟翻赵牧师上一星期所讲，我哋要认识宣道会嘅属灵传统。我唔系好中意属灵传统呢几个字，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啲人咧系唔中意传统嘅，系咪？我哋系好多时候咧，我系 anti-establishment， 我哋系。喜歡是 unconventional， 我哋係唔係好多時候我哋啲，尤其是我啲年青人咧，係未必咁中意乜嘢叫 tradition， 咩叫做傳統嘅。但係咧，所以我就話，與其話認識宣道會嘅屬靈傳統，我就話神俾宣道會嘅屬靈嘅財產。依家我哋知道啦，咩？我哋好多時中意用呢、這個字叫做 DNA 嚇。DNA 咧係一個喺 biochemistry 喺生物化學嚟講係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咁咧其實咧係由 DNA 組成嗰啲遺傳嘅分子嘅，即係啲 genes 啊。所以我哋要認識到咧，點解我哋宣道會做我哋宣道會所做嘅嘢？點解我哋宣道會講我哋宣道會要講嘅嘢？所以我哋要認識宣道會嘅屬靈財產，我哋嘅 DNA 就係我哋嘅宣信博士所傳俾我哋嘅。四重的福音在我未繼續講之前我想大家看看這個熒幕上面是有兩本的書，是一本書來的，一個是英文版，英文版是第一版是1890年出版的，已經是離現在之前是多少130年，剛剛130年前是出版的，叫做 The Fourfold Gospel 四重福音而咧，你哋右手面嗰個咧，其實係 The Fourfold Gospel 嘅中文譯版，係喺香港宣道出版社印刷嘅，叫做先言之信。下面寫住係咩啊？細啲嘅題目係寫住咩啊？四重福音。如果你中意睇書嘅話咧，你可以買嘅。先言之信呢本書只不過係90几页嘅啫。你如果係睇得快咧，你一個下晝就可以睇完嘅。OK， 我哋睇下四重福音嘅第一重，呢一重咧係我哋最認識嘅，因為凡係基督徒嘅時候咧，
我哋点都应该知道点解我哋应该信耶稣基督，因为我哋罪人，我系唔能够救自己啊，系只有基督，唯独耶稣先至能够救我哋。也例如头先我哋读过《以西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呢、这个就系福音带嚟俾我哋最基本、最主要嗰种嘅福气，使到我哋咩啊？过犯得以赦免，使到我哋喺我哋罪得赦免，我哋咧得蒙神嘅救赎，等我哋有呢个永生嘅盼望，何等一件好嘅事！但我哋宣道会咧好似节目师上次讲一样，啲点解我哋要向普世做宣教工作、传福音嘅工作呢？因为咧，我哋坚信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呢个系呢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哋可以睇到呢件嘅事。大家一齐同我读好吗？你屋企都好。除他以外，即系除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唔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喺救恩呢件事情嚟睇。在得救呢回事上面呢、这个角度嚟去睇，唔系所有嘅宗教都系一样。呢度讲到话咩啊？除咗基督之外，系别无拯救。耶稣基督亦都喺呢个约翰福音讲俾我哋听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唔系藉着耶稣基督啊，没有人能够到咩啊父，即系天父、父神那里去。我哋要做好我哋嘅工作，我哋要向人。全世界的人，我们左轮右你左的人，周围的人，我们要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因为我们只是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从因为他的血，因为爱子的血，我们得蒙什么拯救，得蒙救赎，得蒙救赎，使到我们罪得赦免。第一重的 The First Four， 第一重的福音咧，根據宣信嚟講咧，喺呢個十字架代表呢個耶穌基督啊，為我哋啊受苦受死啊，俾我哋嘅救恩。第二重嘅福音係我哋頭先都睇到嘅，係嗰個好似個酒杯咁，其實唔係酒杯，係一個洗濯盤。弟兄姊妹，呢個圖形咧係取住舊約或者你新約都好，去到一係去到呢個會幕嘅門口啊。因为去到这个圣殿那里呢，它是给那些来到献祭敬拜的以色列人呢，首先他们要什么？要洁净自己先。如果他们不洁净自己， unless they are holy, they cannot worship God， 除非他们是圣洁是神圣的，他们是不能够什么？敬拜上帝，他们甚至不能够献祭，神亦都不会悦纳他们。剛才我们读第四节的时候，我们都看过，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拣选我们，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得救。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作为基督徒，你和我要成为圣洁。We are to be holy。什么叫做成为圣洁呢？就是更加像基督 ,to be like Christ， 更加像这个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同一个意念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下。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照保罗说，不是因为我自己功劳，是出于什么？出于天父上帝自己。神又使他，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还成为我们的什么？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原来耶稣基督是我们智慧的源头，是你和我智慧的源头，是我们之成为一个义，能够成称义，我们成为一，我们得到公义，因为源头也都由基督而来。但是你到连我们的圣洁，耶稣基督都是源头。我们的救赎，他刚才我们都读过了，当然更加是我们的源头。原来呢，我们得以成圣呢，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说什么？基督在我里面继续做我们一个更新的工作。等姊妹，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或许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甚至我们可能知道第四重福音那个王冠呢，
將來耶穌基督會翻嚟，會再會啲治理呢個天上地下全部，佢都係作王。我哋可能認識嗰度，但係好多基督徒中間咧，喺得救恩同埋將來耶穌翻嚟之中咧，一切咧都係一片嘅空白。佢哋處喺罪嘅當中，俾罪日日嚟到纏繞，唔能夠過得勝嘅生活，冇能力去過一個基督徒應該過嘅聖潔嘅生活，甚至到一個地步開始懷疑神嘅真實，甚至到一個地步懷疑自己是否得救。但係宣信咧，佢之所以能夠講呢、這個能夠引述呢個四重福音咧，佢唔係坐喺度做一個學者，佢嚟研究聖經、研究神學，於是佢就創出呢一套嘅理論。話聖經裏面講嘅福音其實有四重嘅意思，或者有四種嘅祝福，而係佢真真正正喺佢做基督徒嗰個嘅屬靈嗰個路程上面咧，佢真係遇到試探，佢真係冇辦法解決佢對罪嗰個嘅那個重擔、嗰個負荷感，佢唔能夠，或者佢甚至咧係病過，佢唔知道去邊度做佢先至好，走投無路嘅時候。佢就親自經歷到神成聖嘅工作，佢就親自經歷咗神嘅身上咩醫治嘅工作。呢、這個就係第三點啊！呢個係一個油瓶嚇，啲油瓶咧點解用油瓶嚟代表咧？基督係醫治者咧，或者醫治之主咧，就係因為咧原來咧喺古代啲猶太人咧，佢哋好多時治病咧，佢都係抹油嘅，抹油嘅。甚至喺雅各書咧，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嚇，係五章十四同埋十五節。我啲嘢嚟讀嚇，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咧，他就該請教會嘅長老嚟，他們可以奉主嘅名用油嚟到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呢度就係講出咧，喺呢個新約時代啲信徒咧，如果佢哋遇到病痛嘅時候咧，佢哋係可以做咁嘅事。佢哋係要佢哋自己邀請咧，邀請教會嘅長執嚟、長老嚟。咁咧，佢哋咧可以用主嘅名，用油抹佢，同佢禱告。佢哋話咧，主會拯救會咧係必叫啦救嗰病人，主必叫他起來。同埋，如果佢係因罪而犯而染病嘅咧。佢亦都係必蒙嚟到係赦免嘅。呢件事咧係本應咧宣信佢自己咧到咗一個好低落嘅時期，因為咧佢有一排佢病得好犀利，佢睇醫生，醫生話你以後要放棄做傳道人嘅生涯，因為咧宣信咧佢忙到不得了，佢咧寫咗多過100本書同小冊子，佢作過多過130首嘅詩歌，佢係做一本。宣道嘅雜誌啊，宣教嘅雜誌叫做《Alliance Witness》，即係我哋同盟嗰本嘅見證。佢作過嗰本嘅雜誌嘅編輯，佢亦周圍講到講更深屬靈嘅生命，佢到處講到呼召啲人咧嚟到去做宣教嘅工作。佢仲成立北美第一間唔係神學院，係北美第一間嘅聖經學院 （Bible School）。佢喺奈亞 New York 呢個地方成立，喺北美、加拿大又好，美國又好，都係宣信喺嗰度開始成立第一所聖經學院 Bible School。咁佢其實咧係忙到不得了不得了，佢仲賑濟窮人添。咁咧佢因為咧日日咁嚟到係好嚟到係勞碌啊，佢虧損曬個身體。佢睇醫生，醫生話你要放棄你傳道，你以後都唔好講道。你咧，如果唔休息咧，你幾個月你就冇命噶啦。咁佢好低落，咁佢啱啱去到喺紐約一個地方叫做 Old Orchard 呢個地方，係一個佢喺度參加一個嘅靈會，一個好似我哋去夏令營一樣，佢參加一個營會，一個靈會。佢聽到嗰度一個傳道人喺度講神醫治嘅信息，於是佢翻到去咧，佢第二日就祈禱。祈禱咧喺 Old Orchard 嗰度一座山咧，相當高嘅。佢睇下神有冇答應佢嘅祈禱，於是咧，醫生明明叫佢唔好勞碌嘅，於是佢就爬山，就爬咗上山，落翻嚟一啲事都冇，一啲事都冇，
咁佢感覺到係神醫治到佢。以後咧，於是咧喺除咗講咗主耶穌係救人嘅救主之外咧，佢仲傳咩啊？耶穌係一個咩啊？使我哋聖潔嘅主嚇，佢仲係成為我哋咩啊？救贖嘅主，呢個係佢。所以話佢嘅佢呢個四重福音嘅觀念咧，唔係佢喺度坐喺度憑空諗出嚟嘅，而係話咧係經過生活嘅考驗、生活即正式嘅體驗，佢先至領悟到體會到出嚟嚇，唔係坐喺度諗出嚟嘅。嗱，或者你有個問號嚇，謝牧師啊，我聽過浸會啲人都會為咗病祈禱嘅喎，長老會啲人都如果佢哋有病，佢都會向神祈禱，求神憐憫嘅喎，求神醫治嘅喎，聖公會啲人都會嘅喎嚇，點？咁呢個有咩特別咧？點解成為你話係我哋宣道會特有嘅財產？係因為佢喺呢方面嘅領悟同其餘啲宗派嘅人領悟關於祈禱而得到醫治咧，係有所不同嚇。佢所用嘅經文，宣信所根據經文喺呢個以賽亞書五啊三章我想只係抽其中兩節出嚟俾大家一齊同我睇下好嗎？大家一齊同我讀啊！你屋企都好，第三節到第四節，他誠然擔當我們嘅憂患，背負我們嘅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神被神擊打苦待咗喎。哪知點知咧？他為我們嘅過犯受害，為我們嘅罪孽壓傷，因他所受嘅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段的经文呢，我相信很多读圣经的人，各派的学者呢，都会同意呢，这个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大约在耶稣出世前差不多700年的时候，是开始来到侍奉的。就是说呢，这件事呢是耶稣出世前700年呢，他已经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已经讲了这件事出来。这个呢，一般我们都同意是关于这个尼赛亚，关于这个救主，他将来呢他的受苦受死呢，能够使到我们的罪得赦免。尤其是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受害，为我们的罪业来到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 We can have peace。 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后面那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呢，这里宣信呢就提议呢，我们说这里所讲的那个应许呢，不是只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医治，就是说我们犯的罪业呢得到赦免，不是一个灵性上面的医治。他说呢，也是一个 physical 的医治，一个身体上的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说没什么理由，这个应该都是讲属灵的，不应该讲身体的。但是宣信跟住咧，宣信博士跟住咧，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同埋第十七节，傍晚嘅时候，这个系讲到咧，佢去到耶稣去到西门彼得嘅岳母屋企吓，佢晏昼时候咧已经佢西门彼得嘅 mother in law 嘅岳母咧已经系发烧嘅，已经医好咗佢噶啦。佢起咗上嚟咧，就侍奉咧服侍耶稣。到夜晚黑嘅时候，喺西门岳母嗰个嘅屋企周围嘅时候咧，傍晚嘅时候咧。有人帶着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邪靈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嗱，呢個唔係屬靈的病，呢個唔係靈性上面犯罪嗰個屬靈的病，呢個係咩啊？身體上面犯的病。而跟住宣信就要我哋注意咧，第十七節，這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什么疾病，就是刚才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所以呢，宣信博士的自己呢，他就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印证了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的受苦受死，钉十字架，舍身流血，身体为我们裂开，冇错，是为了赎我们的罪。这个一个 spiritual 的 healing， 是属灵上的医治。但他同时说，以赛亚先知在第53章我们讲过，
耶穌基督的受苦受死裏面咧，佢唔係淨止擔當咗我哋嘅罪孽，佢仲同時擔當咗我哋咩啊嘅疾病。所以咧，宣信博士傳俾我哋嗰個四重福音其中一個信息就係話咧，我哋作為新約嘅信徒，你同我，我哋向神祈禱，我哋得醫治，係神已經做咗預備嘅工作，佢已經有嗰一個咩啊 provision， 因為佢已經喺咩啊？十字架上面，佢已經唔係淨係擔當咗我哋嘅罪，佢仲擔當咗我哋咩嘅病。所以咧，我哋係會得到醫治嘅。呢個佢相信。嗱，弟兄姊妹，你或者會有好多問題嚇，唔似喎，點解有時祈禱又唔得，神又唔答應禱告咧？係咪唔使睇醫生咧？以後淨係向神祈禱，咁我哋唔使睇醫生咧？或者幾時祈禱幾時應該去睇醫生呢？或者如果神唔答應我禱告，係咪表示我哋個罪唔得赦呢？啲好多好多問題，因為呢一點係我哋認識比較少嘅，所以咧我哋會以後咧有機會時候再繼續講呢回嘅事。請大家暫時咧係將你嘅問題咧留住先，我期望咧以後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嚟到睇頭先我講提起嗰啲嘅問題。最後第四重的福音，我們在這個以弗所書第一章剛才讀的經文，第十節那裡看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這個是指耶穌基督將來他來到這個世界上面的時候，他回來的時候，他會作一切的王。 Every knee shall bow and every tongue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萬膝當敬拜，萬口當稱揚，主耶穌基督是咩啊？是主，同歸於佢。但係咧，我哋咧一路都可以我哋繼續睇落去咧，就係話《使徒行傳》咧一章第十一節，上呢一節嘅經文咧係上個星期嘅趙牧師用過嘅，係引用過嘅《使徒行傳》第一章嗰度。我哋再次睇一睇下，佢話當主耶穌升天嘅時候咧，有兩個穿白衣人，就係兩個天使啦。咁佢哋咧就同呢啲加利利人讲，同耶稣的门徒讲，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未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姊妹，宣信博士的理念当中，我们得到基督徒得到最大的福气，不是只是说我们灵魂得赎，我哋最大嘅福氣就係當主再來嘅時候，我哋身體都得贖，我哋一個 physical 嘅 body， 我哋真係一個真真正有物質嘅身體，而且係咩啊？我哋與主同在，我哋得著主自己，唔係得著嘅任何嘅恩賜，唔係淨係得著咩嘅福氣，我得著最大嘅福氣，我哋得著主佢自己。其實咧，宣信所寫嘅咁多首詩歌當中咧，我最中意佢寫嘅詩歌咧係 Himself。主自己，但是咧，我今天不會唱主自己呢首歌，我留待以後我有一啲嘅同工，佢會教大家唱呢個主自己 himself 呢首嘅歌。嗰首歌實在是宣信博士嘅自己嘅心聲。嗱，弟兄姊妹，我今天所俾大家一個只是四重福音一個簡介啫，即係一個簡單嘅介紹。以後咧，如果我記得冇錯嘅時候咧，阿 Pastor Ray Chai 咧，佢會講四重福音嘅第一重就係話咧，基督係咩啊？係我哋嘅救主，基督係我哋救主。第二講咧就會由阿周牧師講，佢會講咧，基督係我哋成聖之主。咁我自己會喺10月25號咧，會講翻咧，基督係我哋醫治之主 ，He's our healer。最後咧。由 Pastor Andy 啊，佢會喺十月或者十一月初，我唔係好記得啦。佢會講咧，基督係再來之主或再來嘅君王。我今日只係俾大家一個簡單嘅介紹。四重福音，我哋再温習一下嚇，係神俾宣道會獨特嘅一個 unique 嘅獨特嘅屬靈嘅財產，屬靈嘅財產。因為其他宗派佢哋嘅神學裡面佢哋嘅信條裏面，佢信仰裏面咧，係絕對應該係包括咩啊？基督係救主，
同埋基督會再來呢一回嘅事，但係咧，宣信佢自己喺生活中嘅歷練嘅當中咧，佢體會到啊，原來咧，基督係我哋成聖之主，我哋聖潔嘅源頭係來自基督，所以咧，神係俾宣道一個獨特嘅一個 unique 一個嘅唔係淨係屬靈嘅傳統咁，係我哋嘅財富嚟嘅，係叫我哋咧能夠點樣靠住基督嚟過一個咩啊聖潔嘅生活。亦都是靠住耶穌基督的受苦受死，在他的受喺佢贖罪裏面啊，即係我哋宣道會稱呢個叫做咩 ？Healing in the Atonement。Atonement 係講基督的救贖，基督的贖罪，就話咧，我哋在基督的受苦受死、基督的贖罪裏面咧，我係得到醫治嘅嚇，亦都使到我哋嘅係咩？經歷到神嗰個嘅醫治啊。另外一點咧，我想同大家講咧。到我哋呢一代，我哋系宣道会嘅人，咁我哋系既然承继咗呢个属灵嘅财产，我哋有冇谂过以后我哋点样 pass on？ 我哋点样将呢个财产咧传俾下一手，或者教导依家入到嚟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亦都让佢哋得到或者认识到佢哋其实系咩 ？Richer than you think 吓，佢系富有过佢哋所知道嘅。好啦，老实讲，我在1973年信主開始咧，我就係宣道會嘅會友。咁我做咗宣道會嘅會友做咗幾多年咧？差唔多50年咯，差唔多50年做宣道會嘅會友。我覺得宣道會咧漸漸係走向一片外滯平淡嘅路線。我哋需要復興，我哋嘅宗派需要更新。呢係我自己個人嘅一個觀察，一個體驗。我以往係參加宣道會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有啲一啲 meeting 咧，淨係 prayer for healing 嘅 meeting， 係為咗呢個得到醫治嘅而禱告抹油嘅service 嘅崇拜嘅聚會。今日咧已經好少好少講。我希望我哋教會將來或者冇 COVID-19 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唔怕掂到你同我，我哋可以恢復翻有為如果我弟兄姊妹身體係有疾病嘅，我哋可以坦然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可以求主醫治醫治我哋。我哋亦都好多時候我哋亦都唔再係emphasize， 我哋再唔係著重或者強調。基督徒是应该过一个得胜的属灵生活，一个 holy， 一个圣洁的属灵生活。我们怎样学效基督，怎样更加像基督，我们已经很少提过这些话题。我们需要将这些事重新挑旺起上来，重新是使它这些信息蓬勃起上来，我们才能够将这些这么好的属灵的财产能够什么pass on， 能夠俾落下一代嘅信徒嘅當中，同埋咧，我哋自己首先要珍惜呢個屬靈嘅財產，因為咧呢、這個係上帝按住嘅恩典，係俾宣信博士而傳過俾我哋一個好好一回嘅事，好屬靈嘅財產，亦即係話我哋信咗主之後，讓我哋首先從我哋嘅生活嘅行為裡面。我哋亦都係尋找基督，尋到主自己。我哋更加以基督嘅生命成為我哋嘅生命，過住聖潔嘅生活。我哋更加係喺我哋身體嘅健康、身體嘅方面，我哋更加亦都係依靠咩？依靠主自己。多謝大家。這個其實呢個四重福音咧，孫俊佢寫咗一首歌，叫做咩？唯獨耶穌。Jesus only， 咁我揾到一個中文版咁，我唔係學趙牧師咁，我唔係好唱得嘅，所以咧我要喺 YouTube 咧下載一首咧《唯獨耶穌》俾大家聽，請大家留意收聽。是我信心，我所降论就是耶稣。
永远举起耶稣基督，我所仰望就是耶稣，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口传扬，我心赞美，就我以我是我产生。舍身流出宝血，赎我罪愆，救我灵魂，出死入生。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口传扬，我心赞美，救我以我是我藏身。弟兄姊妹，让我同你祈祷。感谢主，你因为主你的恩典的缘故，你有给这个我们的创办人 A.B. Simpson Albert Benjamin Simpson 宣信博士自己一个独特关于福音能够给到我们四重的福气，福音带给我们四种的信息。这一回的事是我们好好的属灵一个的遗产或者财产，主要让我们珍惜这些属灵的财富，让我们更加懂得将这个财富 不要在我们这一代来到中断了，而是说我们继续是 pass on， 继续是传来给新一代的信徒，给下一代的信徒，让主也给力量我们，我们也都认识到，也都在我们生活中表彰到，耶稣基督是拯救之主，耶稣基督是成圣之主，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耶稣基督是再来之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同唱三一颂。赞美赞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愿赐平安的神亲自的使我们全然的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毫无指责。又愿圣灵的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藉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彼此的去向身边的家人朋友去祝福问候，我们同唱这个赞美的诗歌，愿你平安。愿主看顾
你，愿平安归于你，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我的主真地爱你，愿主看顾你，愿平安归于你，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我的主真的爱你，我的主真的爱你，我的主真的爱你。感谢神，我们默祷之后可以散会，愿神祝福大家。